除了自修之外，来到寺院道场共修也能够帮助我们成就道业。佛弟子修行的法则需根据道场而行，在道场可以看到诸佛菩萨与法师，进而升起恭敬心，并且在道友的支持和陪伴中较能自我精进。修行里面的法则啊，还是要随着道场而行。所有的佛教徒没有道场而行的信仰，其实也很危险，你等于自己自修了。可是呢，有个道场，你常常看到诸佛菩萨，乃至于可能看到法师的形象，你就升起一个恭敬心，乃至于就是一个专念专注心也会很明显，然后看到诸佛菩萨礼敬的心，那一份的心就维持在这个善法里面。所以善根的增长，善念的增长，也要从道场去培养自己的条件。那可是一旦离开道场以后，那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你管自己了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人可说。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境界很好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指导他，境界很高。但实际上回归大大众起心动念的烦恼，那还真不少。所以说我们讲大众里面会成就我们的修行，所以在修行的这些的忏悔的部分，实质上是我们可以行使的最简便的方法。他忏悔法有时候你在家里也可以忏悔，那有时候呢你想要来道场，当然道场是受庄严嘛。那可是呢，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在忏悔的时候，有时候啊也没那种所谓的耐性，因为忏悔法通常都比较长，然后拜的地方比较多，所以有时候啊那拜忏的人呢，拜到一半说啊，还是来道场好了，来道场拜场较方便了，有事在带，是有信众大家做阵，就像我们讲的兄弟姐妹这样，那大家呢彼此鼓励，本来要拜不下去啊，不要紧啊，隔壁就说不要紧啦，较忍耐嘞，安尼，哎，就因为这样子，就勇敢的继续拜完。佛弟子除了自修，也需到寺院道场共修，在道场接触善知识，可以增长礼敬的心与善念的心。面对大众共修，也是成就自己的修行时刻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吴中瑞，屏东采访报道。